上场打击，面对不同的球路，有教练的陪伴与指导，球员可以从容应战。但遇到法律问题，谁能给原住民协助与依靠呢？原民会委托法律扶助基金会办理原住民法律扶助专案，只要符合资格，就能免费提供律师协助，为原住民争取法律权益。原住民朋友有法律问题，请拨0800585880。